先今天来到的是 YForce 的 LAN Party 现场，那我们想要在这里直接玩那个最当红的游戏 PUBG， 用我们新的 IE3.0 的滑鼠哈。3.0 的手感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它的造型是一样的，主要是 sensor 性能提升，还有光的不一样，底部也变得比较朴素。这是 FPS 最佳的滑鼠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有切键，所以它的左右键的反应会比较快，那很迅速的侧键用大拇指也可以。车尾灯非常漂亮，白色的。